总统的疑问，我来帮总统解惑。我是高基驻美团队的助理岳秋妮，台湾组在唯一的服务处南区服务处工作。服务处只有两位助理，卢凯族的麦林凤跟我，我们两个负责十个三地乡。我们只有两个人，没有所谓的丰富资源，但是我们有丰富的志工资源，有妇女、工人、农民、村长、代表、议员，都是志工，大家都是多年的好姐妹。因为大家都有一致的认同，认同为人民服务，我们发现问题，解决问题，从中央政策到地方建设，我们深入基层，处理不公不义的问题。我们媚合社会资源，协助弱势。八年了，我从一个热心的家庭主妇志工，到专职助理，从什么都不懂，到可以处理各种基层问题。这是一种脱胎换骨的历程。高基驻美的团队十位助理，多经过了这样的历程。总统问为什么？我要说，少了在基层的历程，这的确很难懂。但是高基驻美与十位助理、数百位志工都懂，因为我们一直在基层，因为我们都懂什么叫做为人民服务。